八大电视的新闻杯哦，他是泰雅族的好手、好球，哇，球好像没有运好，给到表哥一个转身进算 N1。这里面年纪最大的应该是凡哥哥，我的学长也很强哦。有了，表哥三分入队，表哥在屋顶拿球，自己来了，表哥在篮底下，好多只手在他旁边。可惜没有放进，球哥马上跟尚伟凡说：“你不能给我，可是你可以自己投篮。”尚伟凡教练，好，这场比赛是打四节的赛制，然后中间是不停表，但是依旧会有 TV 参谋。好，这是一个快攻的二打一，最后再交一个小球给到篮底下，哇，喜爱他的。铁迷来到了现场，没错。好，这个球出手没进。今天是不停表，但是比赛的中间会有电视暂停。好，很快往前面送，这边要来一对一。喂，最后上篮换左手。运动会都有很好表现的几位选手。进攻篮板，蓝队再抓到。超哥。对，超哥。另外吴志伟。对，吴志伟教练。超哥。对，超哥。另外吴志伟。对，吴志伟教练。达新的选手，对，好，丁开始要往前送，彪哥来示意说：“哎，秋哥你要走啊，他要跑快攻。”对啊，好，但小玉有拿到，好球，这波发生失误了，前面往前送，球急，秋哥跑起来，小玉在后面，最后这个还好你看不出来了，保养很好，哦，宝志哥，哇，5566的成员。哦，我对他的印象是跟那个哈丁哥骑脚踏车，骑脚那个大球，漂亮背后给球，对，可惜最后 finish 没有完成。红军人 Masha， 那 Masha 之前是有打这个八大电视的新闻杯哦，他是泰雅族的好手，好球，对，彪哥来了，对，这自带的加油团哦，好，红尊 wide open 还要打的空档，不对。我们同行了，同行，对，哦，超哥的一个，好，在篮底下，哇，表哥这边要来单打，球运到自己脚上了，粉丝那个更认识我们这些篮球圈的大前辈，哇，好球，好球，最后，秋哥表示，超哥，哇，球好像没有运好，给到表哥一个转身进算 N1。一个连续动作还造成了彭真的犯规，对，而且你看他的动作是非常的漂亮，看他这个战斗陀螺到大，他的脚步依旧都是非常漂亮，对，而且训练出了其实蛮多很不错的这些篮球运动员。洪小刀，小刀哥中距出手没有，林明佩很快往前面送，这边要一对一，球袭球哥飞起来了，左手上篮出手得分，玩笑一下，志伟哥马上还玩笑了，对。我们就最后保持，还是给了学长。哇，高调到篮底下，许志超超哥，篮底下换到篮筐的另外一侧打板得分。现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等等再回到比赛的现场。是的，对，哦，好球！回来在篮底下第二节比赛一开的阵容中，对，来看一下，刚这个漂亮给球来自于黄宝次教练。哦，屏中高中毕业的，应该是上。在前后期的学弟，学长，秘书长是南山高中。好，往左边送给贾凡凡哥。宝次哦，好，宝次 ，wide open 海洋大的空档，这个三分把握住了，出手没有。上篮反正要一个人吗？突破之后给到黄宝次，这边一个打两个。铁人三项。这是小高高景伟。小玉的外线三分出手没有。现在二打一的位置，尚伟凡。快往前面送 ，touchdown， 给到了彪哥尚伟凡。辉哥跟严行书还有林家煌教练。这边一对一。涂善存。最后涂善存赔上犯规。真的。看涂善存哦。他是有篮球底子的哦，好球，好漂亮，中距离。蓝队现在也守一个二三区域哦。哇，这边要这真的是。好，球开出来发生失误了，这是蓝队的好机会，二打一。对。再传一个地板球，变三个了，最后有办法打进来，有了。明星运动会里面有篮球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哦，好，有些附近漂亮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有点喘，但还跑得动。对。
好，往外送，玉龙连线哦，给到陈辉教练，再送一个小球，发了，但很快就把球权给其他的这些同业的机会。我们等一下应该可以 Q 一下那个明星蓝队跟明星白队跳下三振。OK， 比的是踩在三分线上的两分，快攻。对啊，宝次哥来了，头跑跑在前面，换到另龙中的三分没有碰到篮筐，最后严佑廷要抄球的时候，哇，漂亮，这球被抄走了，对，好，罚球线附近，最后哦，曹哥来了，再送一个小球到篮底下，转身打板球进。对，这么高的身高，彪哥的外线，彪哥要开前续哦，跳投出手没有，来半碗。而且玉龙哥也是我们亚青国手哎，有一个二三区域，来看一下超哥的三分外线，超哥三分，哇 ，Bombry， 超哥练几球手感就找回来了，对，而且他最后一个球投进以后，他才愿意下去。哇，杨奇玉小都有在健身的哦，好，这个传球被蓝队给抄走哦，前面快攻机会，小玉没有要自己上，给彭尊，彭尊说我来了啊，在哦。累了，好，四个打一个，哇，球要运好，彪哥再往右边送，彪哥再要走，最后给到跟进的徐志超教练，超哥说我还是可以扭一下，对，上来 double team， 彪哥给了，宋伟来了，决定自己杀上去，宋伟第一次出手没有，第二次，哇，对方彪哥，彪哥说等一下，哇，这个球又被蓝队差一点点抄走，宋伟再把球拿回来，地板球，哇，好像交太大力了，来了，玉龙，因为他把林家佑差点撞倒，对，哦，好球，跟 Billy 以前是团队的这个好队友，他们以前是同一个偶像，就即使这么久已经就退役这么久了，但是他们的中距离还是把握非常好，小心，对，这是一个连续动作，对，最后下这是在 TV 参谋前的最后一个 play， 就是秋哥最后净算 M1， 而且下落的时候这个刚好手部跟杨奇玉刚好交缠在一起，打13-13平手，哇，又是秋哥一个超杰，秋哥又是一个超杰，又是秋哥来了，两个哦，净算 M1，哇，双腿还是很有力啊，空中拉杆挺腰出手得分，有超节，然后再一个空中拉杆挺腰翻身，然后 M1 哦，这个画面剪给台员的这些球员们看一下啦，这里面年纪最大的应该是凡哥跟秋哥，嗯，到篮筐的前缘，哇，丢手榴弹，最后被涂善存给拨了一下，最后起来是他的空档，有没有，好，再给到攻进，哎，空中拉杆净算 M1 进攻篮板之后再给到跟进哦，空中拉杆的出手，52号的 Marsha 很强，不需要，我的学长也很强哦，有了，表哥三分之对，大家都嗨了，大家都嗨了，哇，这些我们资深国手没有再让的，在明星白队要带着双位数的11分领先进入到决胜第四节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分的暂时领先，刘家发教练，这个往后退往后跑还是很有力哦，踩一个欧洲步，好球，黄宏轩得分了，有了跳投出手也有，不愧是中距离教科书，走一个二三区域，哇，外线三分，好认真，对，可是他也知道尺度在哪里，许志超超哥中距离龙步出也打太快了，哦，这个传球，两个人又要稍微眼神交汇一下。对，彪哥说你慢一点，先让我站好。站开心啊！对，很少转播到这种比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重点是宝哥慢下来，然后叫吴子怀，对，八分差，有了哦，这个脚步啊，有，哦，漂亮假动作，最后啊 ，finish， 林辉煌差一点点啊，两次过门而不入。彪哥说我在后面等你，对，哇，蓝队的选手打得非常拼命，而且钱姐也笑得很开，钱姐笑住，彪哥在屋顶拿球，自己来了，哦，走步抓走步 traveling 为例啊，
传球给我们执行长，要给执行长投篮，对，打两个，决定自己杀上去之后再往外分，有了，小玉杨奇玉三分，哦，超哥，这边很快还以颜色，哦，这边要打一个转换快攻，四个打一个，往右边送，哎，严又廷没有杀，球哥都已经，哦。表哥在篮底下，好多只手在他旁边，不为所动。他的身手依然在，哇，好球！哇，漂亮的传球，这是国手连线。啊，在篮底下，小刀出手没有？哇，秋哥不是偷跑，因为他没有回防。哇，这没有抓正义的犯规哦。可惜没有放进。秋哥马上跟尚伟凡说：“你不能给我，可是你可以自己投篮。”可以。好，最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投一球。彭小刀三分出手弹框而出，好，这场非常有意义的明星公益表演赛，中场比数就是由明星白队65-50，15分的差距拿下了本届的胜利。